我丢丢，开饭了，看看我们这边再找一下，雾气蒙蒙啊，漂亮吗？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准备接着镶石板凉亭里的地面，现在已经铺了能有一半了，到门口这儿了，然后剩下一些就是不是整块的这种地砖了，所以说用这种一半的给它拼在一起。干上活就出汗了，哥们，这脑门查一查。中饭吃鸭西瓜，鸭西瓜够味的，够刚刚。是吧？老凉了。来个西瓜。这两天吧。嗯。哎。嘎嘎凉。拔牙。牙跟这西瓜。要放在鸭肉锅里面了。天热。明天去玩水是吧？上哪去？山道。山道。嗯。潮流去呗。对啊。嗯。这有个大马莲，可漂亮了。为啥没抓着？这笨死我了。现在赶一下。直接就掉了，这都是些废边料了，要这种整块的。好了，装沙了，要我来啊。这中午了，开始吃饭。啊，茄子，还有个鸡蛋呢。还中午整的大碴子，我吃米饭。这是啥菜啊？萝卜，小萝卜，萝卜苗垫的。萝卜苗啊，这个吃是不是有点萝卜味儿？嗯。这吃完饭了，现在准备去拉一下那个石板，石板有点不够了，就是整块的少，用半块的有点磕碜，所以说想换一些整块的。跟我爸开这个车去拉一些回来，看我抓到了一个什么。瞎蒙，到地上了。哦，你铺的是这样的。对呀，你这能对上茬就行了。嗯，这样倒挺好。对上茬甩一边，对上茬的搁中间。你这是哪块碎，它是搁哪块了？对呀。啊，那得串了，它也。做一个一个比的，啥时候比的？这个就是江哥送我的那个石板，再拉点回去。对吧？这又整了一头汗，喝点水啊，喝点水去。
又洗把脸，喝口水，好多了。准备撤。要铺道啥？要牙的？有点牙。啊，那个暂时看吧，待会儿再说。走了啊。啊。这已经开车到家了，然后也挺晚了。今天视频呢，就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